今天又是做棒棒糖花束和带学徒的一天，一边给学徒直播，一边做棒棒糖花束。旁边的这位小姐姐就是我们同城的学徒，专门过来学习的。这位小姐姐真的给我帮了一个大忙，第二束棒棒糖花束的半成品都是她做出来的。她也是一边看着我给学徒直播，一边跟着去学的。这个小姐姐真的是一点就通，一教就会，有些地方她都不问我，自己就看懂了。你问我难不难，其实我想说就看你用心不用心，这个东西真的一点都不难，除了包装其他的都特别的简单。我今天做的这两束棒棒糖花束是一位妈妈送给自己的一对儿女的，这位妈妈真的好有爱好用心，女儿生日给女儿送一束棒棒糖花束，还不忘给儿子也带一份礼物。贺卡内容也特别的感人，我的宝贝女儿，你是妈妈捧在手心里的一兜糖，能看着你长大真的很幸福。生活是充满仪式感的，妈妈用普通又隆重的方式给你们准备礼物，别人家小朋友有的，我也会尽我所能都给你们。世上没有完美的妈妈，但是没有谁比妈妈更爱你。风筝有风，海豚有海，而我有你，我的岁月因你而暖，你是我今生最好的礼物。